新农村的这种美好的生活，人民群众的幸福生活，对于我来说也是一次非常特别和美丽的经历。我反正是非常受益的，本身我就是从农村走出来的孩子，不是县城的孩子，所以有很多很多的感触。我热爱这个土地，热爱这个气息，我也爱上了建筑。今天呢，在这儿呢，我要感谢各位领导和我们媒体朋友对我们县里剧的关注和支持，要感谢华策影视的领导们，还有我们剧组的导演、我们的制片人，还有我们的每一位演员朋友，谢谢你们对我的信任和帮助，把这个方兴维这个角色，郎老师的这个原型的这个角色交给了我，我也倾力而为。然后呢，我也要特别感谢我们剧组的每一位工作人员，因为其实他们是最辛苦的，在这个那么罕见的炎热的天气里面，他们是在用自己的汗水和热情在坚守自己的岗位。然后呢，最后祝大家呢都可以工作顺利，身体健康，祝愿我们这10年可以收视长虹，谢谢大家。